哎呀，没有货了，你拿。快点给我先看一下，你修什么修啊？哎，徐姐，哎，我知道你的不留意箱吗？你不是有紫色的吗？紫色你的没有给我看。紫色的不多，就几条。没事的，有多少给我几条嘛，行不行？今年的话是紫色的，转运珠啊，银玉色，银色的话，紫色今年卖的超级火，紫色跟红色是最漂亮的。这里有几条紫的，不过我藏了几条，收藏的几条紫的，老货。今年的话是九龙离子莲，但是没有货了，就这几条。我的几条的确实很漂亮哦，我跟你说。这个是淡水的芜湖珠，也是啊。徐姐，这个不多啊，你这个给我整两条嘛。不卖你，不卖你，不卖你。你给我看一下嘛，我都还没有拆死。不卖你，我跟你说，你说送什么电动车都是我自己花钱的，给的钱又，我给你肉的都够我自己去买了，还想着吃肉吃肉的。不是，肉我不吃了，这一次车的话，肉也没得吃，货也没得给你，给的你拿走那些，你没有了。我再看看，都没有钱，我先看一下货嘛。 这个是香槟色，这个是紫色的。对，这里也有紫的，胭脂香槟是这种。这种爆款，没有这个好看。我感觉这个颜色大，你那个颜色好。这没有货了，你拿。快点给我先看一下，你修什么修啊？我也很多海水的给你看。海水等一下再看，先薅点这种淡水的芜湖珠，这个的话是紫色姐姐买，这是考古到卡利亚家的，你看一下这个小灯泡，哇，我的天哪，颜色不灵不灵的，超级的亮。这个是香槟色，这个是紫色。对，这里也有紫的，胭脂香槟是这种。这种爆款，没有这个好看，我感觉这个颜色算了，这个只有多少条？徐霞，你给我露了，反正你这个颜色不多。你先把白色的卖完了，你再来跟我说。五十六、十七，这里只有十七条，不多哎。你这
呀，你要这样的拉扯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是这个颜色好看，你的价格卖的更贵一点，对不对嘛？哪里有你这样的？我还想来你们家吃肉，颜色不香香香香香，老是在想着吃肉。物以稀为贵，这个颜色很难得，很难得的，这个要贵一点。这个这个按之前那个价格算一样的，行不行？算38一条。我刚刚买的那30多天，你这个给我漏得了。这个只有17条吗？数量又不多，我先走了，行吗？那肯定不行了。扣头盒子啥么都不要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600多我都来不了给你。好好聊聊，是的，不要这样子，你给我放啊，600，我再看看你们家的其他的项链啊，耳钉啊，600多的耳钉很多，你要什么你都可以发图给我做，你就按380算得了，真是的。按380啊，跟刚刚那个价格一样的。你现在是这样子，我真的是老货都不能给你拿。17条，这个的话是他们家就是以前的料子啊，没有货的，我就给你整排看过去。我知道啊，现在就是没有货，我才来找你。你就不想逛一逛？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没有，我才来找你拿的。我算一下这个17条，刚刚的那个钱你赶紧算一下。你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价呢真的没有。17条64，64，64，你不喜欢是我给你算吧，好吧？那6800。我们潮汕人喜欢这种数字，6500吧，6500吧，我也不说啥了啊，6500就加了多加点40块钱，我多加点40块钱，请你吃肉。扣头跟那个，我输了，扣头跟那个盒子我不要，然后这个算下来就是多加了你40块钱，就算我转给你6500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嘛，6500，我多加了你40块钱还不得啊？哦，真是来40块钱还可以吃一顿肉了，6500，就这样了，我走了。这个紫色的珠子的话是今年卖的特别好的一个颜色啊，因为今年的话大家都知道转运色的话就是紫色，很多姐姐的话都喜欢买一些紫色衣服呀，还有穿一条黑色的毛衣，然后再配一下这种紫色的珠子，真的超级的好看，纯天然的野生的淡水无核珠，喜欢的姐姐评论区里面告诉给瑞子，先过去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你这个家伙，喜欢的视频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